噔噔，我还有 BGM 呢、欸。为什么这个进化就有 BGM？ 哇哇哦哦哦哦哦！版权攻击，版权攻击啊！为什么这只金刚就没有？哇，进化 BGM 那么屌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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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怎么感觉好像是那什么金刚战士，有没有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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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中生代魔族啦，各位看见了我现在这个样子了没有？啊，我又没有穿裤子了，我的裤子在上一集又爆掉了，我看来我以后开场每一集都不要穿裤子好了，这样看起来会不会比较独特一点？有没有比较能够吸引人？哦，走在路上应该会成为全街上的目光啊，所有人的焦点，这样也不错。你们可以考虑一下，这是老头最新流行的无裤子穿搭法啊，你们可以效仿一下啊。被警察抓，不要怪我哈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个是废话啊。然后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只呢，剧毒飞龙呢啊，我又把它成功复活出来啦。好，我们使用了我们的黑科技，让它再度复活了出来啊，等级也比之前更加强大了。啊，我们有了这只毒飞龙的话呢，啊，以后探索任何的地图会更加的方便，好不好？那待会我们一样哦、啊，会使用我们这只巨毒飞龙，然后带它出去，不是带它出去，是它带我们出去，带我们出去晃晃，看看有什么新的生物可以抓，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如果这只攻击力高、血又多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挑战我们前面那只迷你 BOSS 犀牛吧？还是说我们利用这只金刚好了？因为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应该就是要让这只金刚进化，然后呢，老头花了7749的时间啊，7749天的时间啊，终于啊收集到了157颗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恐龙的 AGE 啊，其实这个模组早在很久以前老头就玩过了，应该是说有点类似这个模组，很像是东抓一点点人家的模组补来用，西抓一点点人家的模组补来用的那种概念。所以说这个 AGE 的模组呢，以前老头就玩过了，好，不过历史有点悠久了，所以说现在玩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新鲜感啦，因为毕竟当时玩的那个感觉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已经忘记了啊，我只记得有这个东西而已啦，啊，但实际上到后面进化变什么样子不晓得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欠缺这个灵魂哦，咱们还欠缺这个蓝色灵魂啊，然后绿色灵魂、红色灵魂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灵魂的获得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要去打这些不同颜色的灵魂恐龙。那既然都已经知道这个灵魂恐龙怎么获，这个灵魂的这个素材怎么获得了，我们就直接用指令把它叫出来吧。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啊。我觉得这以后一定会用到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就先弄个500个好了，各500个，好，我们之后再说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使用完毕之后呢，把它关掉。我们现在呢，立马就让它去进化。走，哎呦，居然产生雾了，欸，产生迷雾了。哦，好久没有这种迷雾的天气了，迷雾生存是不是？之前在玩那个方舟的时候啊，要能出现迷雾，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么常出，可能有做一些更新跟修正吧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进化，喔，已经是可以进化了，但是在进化之前，我觉得它应该身上的东西会被吃掉，喔。我们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回来，比如说大腿肉，还有什么？哦，喔，这个一定要拿回来，不然会哭哭。好，这个长毛拿着好了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好了，其他都不重要了哈。来了，见证奇迹般的时刻到了，究竟我们这一只金刚到底会变什么样子呢？来来来来来，究极进化最终形态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这画面好怀念哦！数码宝贝进化吗？我看一下这个 logo， 哎，欸，它这个 logo 确实是有改成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他们的那个工作房的那个图案。确实是有改，如果还用沿用以前 AGE 的图，那就真的有点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欸，好歹也换一下嘛，对吧？哎，欸，准备要进化了，哇哇，红彤彤，打死他们，刚好来一波试水温，
非常好，死去。Oh my god！ 啊靠呗，他身上的鞍，他身上的鞍我没有把它拿下来。哇，吉吉斯米达！哇，这意味着我要啊，算了，懒得做了啦。懒惰有懒惰的方法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啊？哎，干那不？哎，不对啊，它进化成什么形？它进化成这个形态了啦。进化成这个形态的鞍应该是这个吧？数量一个就好了。OK， 我们来看看，它的鞍被吃掉了，表示难过。好，各位记住哈，如果你们在玩哦，记得要把一些贵重物品拉回来，不然就会像老头一样得不偿失啊！这个东西那也不可以。哎，啊，我刚刚指令的鞍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，来，我上来了，我负重了，给你吃一个超级屌的药水。耶、yeah! ！行，看一下威力如何哦。它这样进化成这个形态，全身红彤彤，刚刚七龙珠的界王拳嘞。界王拳啊，界王拳十倍，超蓝界王拳十倍，补一下，看看，哦，凶凶凶凶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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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靠，一万一，攻击力有所提升哦。又见丢石头，我靠，这次丢什么盖亚能量炮哦 ？Fire！ 哎，怎么都丢不到啊？盖亚啊，是只能丢前面，哎、欸，丢那只，嘣，没有什么爆炸声响，就突然这样子被撕裂，这样子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放屁毒气，哎、欸，我肚子饿了，这一只，哎、欸，它这进化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选项了，没有进化条了，给它吃大腿肉好了，啊，不要了，给它吃生肉好了，不要给它吃太好，哇。不吃生肉，好不？你就吃大腿肉吧。所以说这个毒气到底是能干嘛？测试一下，会扣血吗？哇！我不懂哎、欸，他放这一招毒气是干嘛的？我全身会着火，是因为那个火焰的骇鸟在攻击我啊。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吗？好吧，当作虚张声势好了。有没有其他攻击啊？感觉没有其他攻击嘞、欸。我觉得我把我所有的能力全部投资在攻击力上面好了，因为等一下要去打那一只 mini boss。右键是丢泡泡，来丢一下，伤害还是1740，超级没用的。好了。你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点攻击吗？30000多攻击伤害，他的血200多万，攻击点2000好了，我怕死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是有帮他补血吗？啊，还是说补的太少？有，继续补，继续补。300000的血量，2000的攻击力，有没有办法打赢他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来看下去，看下去，啥呀？哦，这已经46000了，等于说2下10万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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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开个血条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原本的血量是多少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原本是1120万，直接给你折扣周年庆优惠，235万，打，滚，滚。滚！哎、欸，他怎么不攻击我？哎、欸，他一直被我推飞，还、啊、咬到我40000多，靠背怎么这么痛？我靠！呜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哥哥，这个伤害有点母汤。他敲个2下，我的血就这样子了。5下，有补血了，有补血了，撑住！靠腰不行了 ，Oh my god！ 这个伤害太母汤了。打带跑，打带跑，哇！顶到我，他顶到我，绝顶升天，绝顶升天！等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啊？给个大补啊！有没有大补啊？
来人啊，来一罐大补吧，我要一罐雷布，快点！那个犀牛哥在追我，完了，我被刚了。哦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灼热，我屁股灼热了。先跑了，先跑了，先跑了。啊，逃跑虽然可耻，但是很有用啊。先可耻一下，先可耻一下。好，他应该不会拼命的追到底吧？我看一下，他应该不见了吧？他应该没看到他来了。我先来这边疗伤一下，50万跟你尬吧，好不好？我看他在那里了。哎，为什么要变透明了？哎，又出现了。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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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示威一下。看，太快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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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50万的血量在底下，他现在的是120万，冲了！去死！我觉得不太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牵制他，牵制他，牵制他！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牵制一半，牵制一半的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到底在冲啥、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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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看这打法真是超狗的、欸，怎么可以这么狗啊？怎么狗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狗啊？哎呦，金酸金酸，哎呦呀，有有有，这局应该是可以赢了，绝对大胜利，死吧 ！Oh yeah，Oh yeah， 哎、yeah 欸，他卡住了、欸，正好。快点快点快快快！拼拼拼拼拼，拼到底，结束你！哇，拿到什么？哇，拿到什么？感觉好像什么也没拿到哎、欸。打赢他之后呢？反而只是拿到一些基本素材啊，跟之前一样啊。啊，有啦，给三罐大补啦，这算是安慰奖吗？我还拿到什么？怎么突然觉得打赢，突然觉得打赢有点空虚 ？Oh my god， 太空虚了吧！我看一下身上有什么东西啊、喔？欸，他身上也不能拿，可以拖动尸体而已。啊，算了，把它解决掉。好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去吧。打完了，收工。我应该会尝试再去驯服一些像是异特龙那一类型的生物吧，因为那类型的生物驯服起来之后啊，好像也跟这个金刚一样有一个进化的那个能力值。哦，不是能力值啊，我在讲啥？进化的道具，进化的选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一只异特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只异特龙。这只异特龙呢，它是对，是 Premier 的。Premier 的话，它一样也有这个，但是它是要30个心脏，然后再配上一个硬币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驯服它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获得一个硬币，但它是绿色的。所以说它这是有点类似，就是。驯服它会获得一个硬币，然后颜色的对应是不同的，就等于说这是要你去重复驯服不同种生物。哦，像刚刚我们在打的有一只 Premier 的雷龙被我们打死了，如果我们驯服它的话呢，可能就会获得相对应的它的蓝色硬币也有可能，然后再来就是30颗心脏，就会让它进化，好不好？那打获得心脏的方法当然也就是打 Premier 嘛，所以说在上面写 Premier Heart， 哦，就是他们的心脏。那我们待会呢，就去外面呢寻找看看有没有 Premier 的生物，我们多抓一点，啊，顺便多敲一敲，获得一些心脏，啊，去外面看看能不能啊，就是让我们这个异特龙再更上一层楼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吧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哎、欸，你看这边就一只了，而且好像是一只，哎、欸、靠背，看什么东西，居然是一只月月。哦呦，我差点被咬死！我们就抓这只月月吧。哦，这只月月浑身发紫啊！有没有看见？有没有？它自己在吃东西是不是？我根本没有喂它什么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绿色的、啊？为什么都是绿色的、啊？难道没有别的颜色吗？我要蓝色的、啊，哥哥，你都给绿色的，还做这种紫色都只会给这种颜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且把它射晕，其实也可以不用抓它呢，把它打死好了。我要拿一点心脏啊，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凑30个。
咬死他！哇，这么小气才给一个而已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也太小气了吧！这边怎么会有一个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托罗？哎，这个是，我忘记这什么龙了。那什么它不动啊？这野生的可不可以抓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这野生的，还攻击还攻击啊！先把射晕看一下，有中奖 ，be a bad 啊，不叫不好的是不是？完了挡住了，还是什么不叫不好的龙吗？这好像什么盗龙的。啊，这家伙我知道怎么驯服了，他需要靠战斗驯服了。想起来了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因为巴声小、哦，好吧，把他晕倒也不能驯服他，就只好把他干掉啦。要抓这个不好抓啦，需要透过各种战斗来回，麻烦，直接把他克了，看给什么，好像也没给什么东西。对，普通没有给硬币 ，pig， 猪，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原谅不是原谅猪，是那个猪，猪在哪里？猪在这里，把它射晕，我要小心双击哦，这个直接给它吃肉吧，快一点，快点。有，怎么加那么少啊？你有事吗？吃饲料了、啊，那吃饲料忙起来。哇，这猪感觉很强。靠，不要按错了。哎、欸，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。哎、欸，这些猪的能力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欸、其实还蛮普通的、欸。为什么要抓它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算了，先暂时性把它带回家好了。我们刚刚看，我刚刚看到前面还有一个血量蛮多，我靠呗，双又爆掉了，哦，很会哦，我们猪被传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猪被传走了。刚刚那边有一串英文的，没看清楚。哇，这边怎么会有暴龙在叫啊？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吼叫声才对啊。越来越近了，难不成？哎，居然阿法的嘟嘟 Giga， 嘟嘟 Giga， 怎么会有嘟嘟 Giga？ 这又是什么鬼东西啊？阿法嘟嘟 Giga， 啊，算了，这个也把它带回去好了啦，这应该是可以驯服啊，上面前面写阿法。我们到底要民国八千年还是民国几年才可以真正的啊，让我们那只进化呢？敬请期待了。完了，它一直往前推移，抓到吗？有中奖，移倒地，来，我还真准啊！有没有很准啊？有没有超准的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不能落地啊？让我落地一下啊！完了，魔鬼蛙，魔鬼蛙，这也不给落地啊！真的太靠背了吧？难度很高哦。然后那边有青蛙，我知道怎么解决。不给落地的情况之下，先把那徘徊的青蛙先弄死。先 save， 靠背我卡住了，来的，好，还会自己醒来，对吧？还会自己喂养自己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进化的呢。哇，现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感觉只能慢慢的用这个金饲料让它起来了。没关系啊，时间早晚的问题，先把它带回家。哦，危险。哎、欸，前面怎么有一串英文有血量 ？Boss 哦，
我刚看到 BOSS 哦。哦，蜘蛛 BOSS 出现了。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2375万，不用玩了吧？其实太扯了，不能驯服啦，别想太多了，这就是给你拿来打用的啦。好，这次之后再说。我可能下一集会开始更改宠物攻击力吧，不然现在这宠物攻击力没办法，没办法一集当千啊，就是没有办法直接一次打所有敌人，太磕巴了，真是太磕巴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那一只哎、欸，它起来了，它是起来了吗？哦，它起来了。这边不能落地，真的想揍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费用到底怎么了？快点用死他！哦，真的是有点受不了这个地形，先把它传回去啊！快点回家吧你！算我跟着回家好了，懒得再待在这个地方了。哎、欸，好。然后呢，你一样也是大腿肉资深嘛，然后一样是150嘛，没有错，他也是150。OK， 慢慢的让他继续升上去。OK， 没问题的。给你吃传送装置，来，乖乖的哈，待在这里。哦，他的头是南方巨兽的头，他是南方巨兽的头啦。哦，这家伙是南方巨兽的头，有点丢，很可以，很可以，好吧，我觉得还是继续下去哈、哦，我们把我们该有的这个硬币哦处理一下，不然真的没办法。啊，还是说算了，我觉得啦，我们就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了，真的，这个东西找不到呢，我们也不要这么麻烦。哦，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用这个 Premi 的这个。硬币啊，进化而成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工作台里面，哦，我们该有的哥们，把他叫出来看看。哎、欸，这边就有蓝色的，这边就有绿色的，蓝色的来，50个，好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我们来让他进化吧。来，一个，对不对？有心脏，哎、欸，50个，对不对？安、啊、先拿回来，不然人家不见。进化吧，我们的异特龙哥哥，我觉得应该会变红色哦。让我猜猜，一定会变成红色，绝对。等你变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拿过来啊，这个素材也是很贵重的 啊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准备要超进化了，新世代的诞生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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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还有 BGM 呢、欸？为什么这个进化就有 BGM？ 哇哇哦哦哦哦哦哦！版权攻击，版权攻击啊！为什么这只金刚就没有？哇，进化 BGM 那么屌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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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怎么感觉好像是那什么金刚战士，有没有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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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眼睛变红色的 ，Oh my god！ 哇塞，哇哇，哎，好帅哦，真的，哎，这只他妈超帅的，哎，哇哇，我本来封面图打算用金刚，哎 ，Sorry， 金刚。哦，看来我只能用这一只了，好难选哦。我封面图用哪一只啊？一整个难选呢，超级难选。我们的封面图，先给他三安再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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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招4招，3000。哎、欸，没什么功能。没有新功能欸，你都已经进化了，你没有功能是怎样 ？X 键、C 键什么都没有。啊，
有点可惜耶、欸。可惜了你这一番进化，就只是外形上的改变之外，你没有新的功能，比如说发嘴炮啊、火焰喷射器之类的啊，都没有耶、欸。好吧，又是一个躯壳啊，花瓶，躯壳花瓶。好吧，我了解了，看来是我们的金刚比较强啊，多了一些不错的特效，完胜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片段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继续我们的终身代魔主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